那你今天第十八难，三步四经有没有？看这个地方，好，三步四经。那我们到时候会附在书里面，这是第十八难，三步四经里面就有，哦，三步四经。那这个呢，下这个定义出来的时候，是根据《黄帝内经》下出来的，岐伯，好，岐伯。那在诊脉的时候要注意喽，因为阴阳。你只要记得是阴阳，好，什么叫做阴阳？你看我把那个脏都写在外面，腑都写在里面，中间呢是个大经，我们那个大经，心包经的地方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这个大陵啊，啊内关啊都在这里，这是经。当你摸脉的时候，你手摸上去，比如说你三个指头在摸它的脉的时候，这个脉比较靠近外面这一侧的骨头，这边就是心脏的脉。比较靠近小肠那个筋的就是小肠的脉，所以你一摸上去，哎呦，心脉没有了，这个脉跑到筋旁边就是小肠的脉。好，那比较外面的，照理说外面是阳，我不会讲过，阴和阳刚好是相辅相成的，所以你要查脏病的时候，就是脉的外侧，看脏病，啊，脉的里内侧呢，靠近筋的旁边是查腑病的地方。好。所以我们这一段呢，就要参考第十八难，好，这个三步四经的图，好。那持脉之道呢，虚静为宝，好，一定要很定下心来，好，心里面没有什么杂念，好，专心的，好，这是最好。那春日的时候，脉之浮，好，如鱼之游在波，夏日在皮肤，好，那好，秋天呢在下肤，皮肤以下。冬日呢，你要重按到骨边去，骨头旁边去。这个我们在书上我们都有解释，好，都有解释。那好像那个植虫，好，那个冬天到了，要这个，要那个冬眠，好。所以这个我们之内者按而记之，哈，这个就是在之外者，好，要中而使之。所谓按而记之，我们要之内就是重按到骨边。按到骨边，好，那之外者，你要知道表症如何，皮肤表面上有没有感冒或怎么样，你要轻轻的敷在皮肤表面上，好，那要知道内脏如何，按到骨边去丈量，好，这个呢是持脉的大法，好，大法就这个这六个大法，好，所以春天，好，春夏秋冬，还有我们深浅，好，心脉呢薄而坚长，当病卷舌。舌卷好不能言，心脉讲的是这个地方，长脉呢是九寸，哎不我讲错了，好，长脉从这边开始算是九分，那心脉变得很大又长，代表心阳的很亢，阳会上亢，那我们舌头呢本身就是心之表，舌头呢舌为心表，哦，所以说如果间隔长，舌头卷缩起来，好，不能讲话。好的心脉，心脉太过，哦。如果说心脉呢，心脉变得软，而且是散，好，当还消自己，就是说，就是消渴，好，就是现在看的，好像糖尿病，类似糖尿病一样，变得胃口大，怎么吃人吃了半天还是瘦，所以我们一个指头摸到心脏脉，就可以查到糖尿病。啊，就可以查到这个消渴的症状，好，消渴的症状，好。如果是肺脉，肺的脉，左手的肺脉，寸的外侧这个肺脉，好。如果是薄坚而长，好，好，薄坚而长，这个非常的大而且盛，好，这个病人就会吐血，这是实。症在里面，好，实症在里面，吐血。如果是软而散，就病流汗不止，好，我们称为灌汗，流大量的汗水流失，好，这个就讲的就是虚实。所以脉如果是大脉又长，所谓长就是从这边关的位置到这边是九分，长出去了，超过了关的超过寸，超过了指脉的横纹，到了往鱼际的方向走，脉过长。就是太过的脉，好，太过的脉，肺里面有淤积在里面，
淤积在里面都是实证，好，病人我咳血吐血，好，可能里证呢可能是肺癌或什么东西，好，那如果是肺脉软而散是不及，好，表肺虚掉了，好，那肺主皮毛啊，好，那表就虚掉了，这个时候病人呢流汗不止，好，好，那至今不复发散就是说，啊，已经没有到了无汗可以发了，哦，没有汗可以发，那当病人我们知道他表虚的时候，他流汗流了很多。这个时候里面虚掉了，对不对？你如果再重发汗，如果开发汗的药下去的时候，病人因为津液没了，那我们的津啊，这个津呢要润，哦，要有润津，所以津上的津液会很多。那你已经发汗，你流汗不止的时候，肌肉里面的汗都流掉了，对不对？那津还有一点汗在里面，还有一点津液在里面，还没有关系。你如果再发汗的时候呢，把那个筋的里面的汗液都发掉了，开始抽筋，病人就会抽筋啊，痉挛。也就是因为这样子，所以汗药我们有汗药、汗发汗的药、解表的药、有攻下的药。那一般的医生就不敢用汗药、发汗的药，所以麻黄桂枝就不敢乱用啊。啊，实际上就因为这诊断不清楚，好，诊断不清楚，好，实际上非常好用，好。那如果说肝的脉薄坚而长，哈，但是色不清，肝脉从这边看，肝的脉呢，往上是九，往下是一寸。当你摸到肝的脉的时候，也是冲上去，也是往下冲，就是肝脉薄坚而长。那如果气色上面出现青色，代表肝病。气色上没有出现青色啊，代表内脏没有问题。我们你这样子要想哈，中医的东西你就要去消化。肝青色，所有的青色的营养是要正常的肝脏，它会停在肝脏里面的，所以它应该不会外溢出来，不会外漏出来。那如果里面长了硬块、长了肿瘤、长了什么东西，肝硬化了，它的青色没有办法停在里面了，所以才跑出来。所以你看到颜色出现的时候，代表脏有问题了。好，代表脏有问题。那如果是你遇到这种的，哎，这个肝有问题啊，哎，奇怪，这个人气色很好啊，对不对？没有肝，他不是肝病，受伤，马踢到啊，或者是这个啊撞上车子撞到什么啊，都是这样子。那我们还有摸脉呢，你这样摸到，你一个看他脸色，对不对？那如果这个那个女孩子很漂亮，你看脸色，你那个脉忘掉了也不好，你都看不好，那你不要看他脸嘛，看看手，哦，手很红，那就是肝病，手粉红色不是肝病，啊，它是伤科。好，受伤，好，好，这种病呢，好，坠伤、衰弱、受伤，好，人呢从高处往下坠的时候，不管你是脚着地或怎么样，好，一定伤到胸膈这边，好，一定伤到胸膈这边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肋骨在上面，下面是骨盘，中间就是一个脊椎骨撑到，那肋骨下面就是我们的横膈膜的地方。你一震动的时候，上一压下来，大部分都是。胸腔这边出血，好，都是胸腔这边出血，好，因为血在胁下，这个时候逆能喘逆。那我们为什么要知道这个？哦，我们以后就会教到啊，有些活血的药，让血走得很快；有的是化瘀的药，好，我们要把活血和化瘀的药放在一起。那你活血化瘀的药放在一起，它不会那么听话，光光它就停在肋间的去，这个你要药到肋间去，它不会那么听话，你叫其他的药来辅助，把它带到这个地方去。所以我们就有君臣佐使，哈。配合其他的药就可以把它消解掉，好，不然的话你开了药，我们知道它的淤血是停在胸膈的地方，哎，结果你开了药，这个是去静脉瘤的药，他吃了半天胸膈还是有淤血，好，腿是越来越漂亮，可是胸膈淤血还在那边，好，就会变成这样子，好，所以辨证一定要准，好，如果是肝的脉呢软而散，好，这个刚刚是实，现在是虚。而水看到色泽者，好，当病易饮，好，就是，好，这种是易饮呢？什么叫易饮？好，我们以后也会讲到易饮啊、悬饮啊，什么好，很多的不同的饮，好，易饮呢就是满溢出来了嘛，那你渴暴多饮，好，口渴的时候喝太快，好，容易这个水呢容易渗入肌肤，伤了皮，变成本来水应该在肠胃里面的，那水都溢出来了，好，跑到肠胃之外堵在那边，好，这是易饮。那这个有可以看到水色，好，肝脉，因为什么我们在这边肝脉可以看到异影，因为
肝本身是中隔嘛，好，你就记得这个肝胆这边呢，这是隔嘛，中间的隔，那一散出来水就在这个附近，好，这边就可以摸到，好，肝脉正常的肝脉呢，应该是悬，好，肝脉不是悬吗？好，悬中呢带一点缓，啊，缓而有力，这个缓讲的就是胃气，好，我们后面有一专门有一个章节在讲脉的胃气的脉。弦里面带一点缓，就是长脉，长脉。那现在不是弦，很软，而且散掉了。对，这段讲的这个意思哈、哦。当然了，你如果说你老是啊摸脉就比较悬哈、哦，你听病人陈述，你也知道是意淫，听就知道了。好、哦，听这个病人会告诉你一些症状。好、哦，当然我们现在讲会扯太远哈，主题会扯太远。以后我们讲到意淫这一条，我们怎么样用什么处方的时候，会跟诸位讲。这里讲的是脉诊，那如果是胃脉，你摸到胃脉，好、哦，胃脉呢，薄坚而长，好，其色赤，好，当病，这个则痹，乃痛，非常的痛，好、哦，痛的好像骨折一样，哈、哦，颜色赤，因为痛，好、哦，所以它会这个发生这种现象。那所谓的胃脉长，就是从关这边的脉非常的好延伸上去下来的，好、哦，延伸上去长。然后呢，这个软而散者，当痹，实痹，实痹，哈、哦。胃本身是土，如果是实症的时候，土会反逆到火，火是赤色的，所以颜色会往上跑到脸上去。好、哦，这就是实症。好、哦，我们摸脉，从这个地方来判断就可以了，哦，所以它会有其色赤，啊、哦，如果是胃脉是软而散，胃脉照理说长脉呢应该是缓而有力的，哈、哦，缓，好、哦、有力的，好、哦，这个缓哈、哦，就是很柔和，你摸到它是手上的脉很柔和，不会快不会慢，很温和，你觉得它很舒服很柔和，好、哦，这、就是缓，但是有力，有力你重按它，它就回来。你按多重，它就有多重的力量弹回来的意思啊。有了无力，就是你按到它稍微重点，它就逃走了，没有脉了，有无力就脉。好，那软而散者，好，这个食脾就是消化不是很好，胃的消化有问题。好，那你们现在知道了，每天早上喝杯冷水啊，那要再好点加点盐巴，再好点吃个六味地黄丸。好，一颗没有用啊，吃三十颗啊。我们中药不是提炼过了说。变得小小一颗，一票，知道？啊、哦，就所以，我常常跟人家说，那个我们开处方给老外吃的时候很好玩。老外说，我说你要吃三十颗，他说你说什么？我就知道他听错了，因为他误解了，他们拿到药的是小小一颗嘛，所以他们只吃那个很毒的药，浓缩只吃小小一颗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所以我跟他说吃三十颗，他无法想象。我就想看怎么解释，我说很简单，中医药，如果中医认为说你哈。吃一个橘子，你一定会好。我到市场上找个大橘子给你，最好了，我都让你吃掉，所以量很大。我不会给你橘子片吃啊，那一片橘子片，那橘子片是毒药哈、哦，他就懂了，哦，他才小才，不然你怎么跟他解释？啊、哦，不然好很累，英文已经很累了，还要再跟他解释中药，哦，啊、哦，很麻烦的。那脾的脉，好、哦，薄坚而长，好、哦，其色黄，当病少气，软而散者，色不折。它只要是薄坚而长，都是实脉，好实脉，但颜色是黄的，好。那我们平常呢，脸上带一点黄，好带一点黄，要光亮的黄，你不能说黄的很黄，鲜黄，好鲜黄大部分都是热症，如果暗黄的话，好都是阴症，都在好身体没有重病了，好。那如果是脾脏的脉是软而虚，这种是软而散就是虚脉，好颜色不折者，一般来说。病在脚的内侧，好，脚的内侧，这个肿胀，好，脚内侧肿胀，为什么？脾经经过的地方，有没有？脾经路经过这边，好。那肾脉呢？就是右齿的地方，啊，不，抱歉，左齿的地方，哈，是肾脉，左齿的肾脉的外侧。如果肾脉薄坚而长，其色黄而赤者，好，当病折腰，好，这个。很强力的腰痛，因为
非常的痛，所以它会那个脉气哦，非常的大，而且脉气会回逆，脸上看到就会啊、看到脾胃，因为土克水嘛，好、哦、土克水，好、哦、会反克到土上面，好、哦，如果脉是软而散的，这是虚脉，好、哦，病人少血，好、哦，自精不复，就是贫血的现象。所以说，诸位，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，中医我们常常在治症的时候，遇到贫血的时候，我们并不是说光开补血的药，它不会好、啊，因为土能治水，这个，所以你如果开补血的药，好、哦，大部分人会补到土上面去。我们开补肾的药，好，血的成因呢，是因为水来济火。好，这个心脏这边，心主血，啊、哦，这《黄帝内经》说认为心主血，心之所以能够主血，能够管这个血，是因为有水来管。好，所以中医认为说，这个水呢会上升到水在心的上方，所以上面是。好、哦，这个是火啊，不，这个是水，离中虚，好、哦，这是火，这是水火，好、哦，济济卦。这个水和火呢碰在一起的话，就会相济，好、哦、相济。所以我们台湾也是关西有没有水火同源，很多地方水火同源。你看那个地下的水冒出来的时候，美国的黄石公园哈、哦，一阵这样砰，那个热水冲上来啊、哦，水火同源的地方。那地下水就好像我们人身上的血管一样，还是很热的。好，所以那个如果说没有水来济这个，没有水来济这个那个血的话，哈，这个血会发散掉，因为太热会发散掉。所以我们去验血的时候，实际上里面有很多的水在里面。好，可是我讲过，西洋人不认为水是病，他就去验血。好，实际上有水来济火。真正的我们身上的有75%，好。是水，25%才是血，好，那水来济火成为济济卦，好，那如果水不够了，火就上亢，心火就会上亢，好，来贫血，所以我们常常用补肾的药，好来治疗贫血，好，原因就在这个地方，好，那你有血有问题的时候，你不能吃太咸，它太咸会让血涩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有些药吃。处方下去的时候，有时候我们要泡制过，原来比如说原来的味很咸，泡制过的味道就比较淡掉了。哦，所以滋补的药大部分我们都泡制过，哈、哦，味道会比较淡一点，但是后味气会比较厚，但是那个咸味会去掉很多。好、哦，129页呢，这个皇帝一问呢、啊，啊，你们说皇帝怎么问题那么多？哈、哦，诊得心脉而急，好、哦，此为何？你只要记得哈，不单单是心脉，任何的地方，任何这两个脉的地方，你摸到急脉的时候，所谓急脉就很强很竖，你按到骨边还在那边，好，遇到急脉都是内有积，里面有积到，好，都有堵到东西的，我们称为积，好，这个是脉很急。那岐伯就回答了，如果是心的脉跳得很快速，这个地方跳得很快速，病名呢心散，好，少腹当有形也，好，在因为心跟小肠是表里嘛，少腹一定有形，这就是我前面跟诸位介绍的一样东西，就是好，你们只要看肚脐的时候，好，我这样子画一下，因为肚脐面有一个人是一个圆圆的哈，这个很多纹在这边，那肝在这边，好，心在这边，好，肺在这边，肝、心、脾、肺、肾，对，好，肾在上面，好，所以以肚脐为中心的话，肚脐以下这就是心动悸的地方，好，动悸的地方，好，那这个是少腹当有形，讲的是小腹关元的位置，好，那为什么是这样子呢？啊，岐伯说：“心为母脏，好，小肠为之始，所以少腹当有形也。好，所以心跟小肠是怎么样？是在同一个位置，寸的位置，好，寸的位置。好，这个后面一直会用到的。好，那皇帝说，如果说诊得胃脉病情如何？好，那胃脉如果是实，所谓实。”
你摸到胃的脉强而有力，好，强而有力就是实，等到你摸到就知道了，正是强而有力。好，那就是脏，好，虚则泄。胃脉如果虚，就是脉来无力，你重按它脉就没有了，按到骨边脉就没有了，这是虚，病人会下泄。好，那所谓的实，那可能呢里面是有宿实挡在里面，比如说我们的常人呢，常人正常的人呢，我们的食物呢永远有五分之一的食物停在胃的下方，抱歉哈，五分之一的食物，你一餐吃下去，一餐吃下去里面有五分之一的食物会停在这里面，五分之四都下去了，第二餐在吃的时候，第二餐新鲜的食物又下去了，那第二餐新鲜的食物里面的五分之一会把这个推掉，然后呢那个另外五分之四跟着前一餐的五分之一一起往下走，所以这个食物一直不断的在更新啊，也就是因为有个小袋子在这边，所以身体容许你七天不吃食物啊，光喝水也可以活，当然这是标准了、啊、有的人不吃63天，对不对？这就报章都是地震，有个人埋了活埋63天，那个老太太正好活回来，这个很厉害哦，你知道我以后你们如果出这个事，这个意外发生在你身上哈、哦，你要想到《黄帝内经》，《黄帝内经》说真人怎么办？要食气，所以你困住的时候哈，千万不要乱动，啊，心平气和坐在里面，好、哦，要心里想好开心的，现在没人吵我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然后大家都在想办法救我，你看我很重要啊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然后平常都没有人保护我，现在一大堆人来救我，然后你要心平气和慢慢坐下来，不要讲话，不要多语，你讲话讲多了伤气啊，好、哦，然后慢慢静下来打坐，好、哦，那你意念好。哦慢慢呼吸啊，地气两，地气和天空气配合到你身体里面去，让天地交在你身上，啊，像那个人住在那个有现在印度的人坐在树下，现在有半年多没有吃不吃不喝不拉不叫就这样子坐在那边，一样可以活，当然可以活，好、啊，所以63天他能够存活，这个人很厉害啊，老太太很厉害哦，好、啊，这种叫置之死地而后生，他一定当时他在那个地下一定想。算算随便了哈，算算起了随便了，他就在那边，反正要死了，哎，得到了，他不怕死，随便你了，好放松了。那你如果会死的人都很紧张，糟糕，困在这里面，外面黑黑的，什么都看不到，对不对？然后在很慌很慌，一直在呼吸啊，一直紧张下死在里面。好，所以《黄帝内经》很好哈。那你读了《黄帝内经》，你还会紧张，还会吓？你是读到神，读到形，没有读到神。好，那胃脉呢？病势已成，如果说我们里面的实而胀或者是虚泄，好，那如何传变？好，病如果没有去，病的传变情形是怎么样子？岐伯就说了，风得到风的病，就是外寒的风，好吹到成为寒热，好，你会病人会感觉到有寒，有时候有热，有的人是怕冷，好，如果是痰成为消中，痰呢就是这个本身有内热。好，胸腔里面本来就湿热很盛的人，这个时候，好、哦、日久呢就会成为消中，好成为糖尿病，好、哦，实际上最原始，我们认为痰怎么来的？好、哦，好痰，痰是湿热哈，湿热，湿而且热，好、哦、在中湿热在中焦这边很盛，所以我们比如说。我们中医认为说，晚餐以后呢，不要吃东西。好，你如果吃东西吃得很晚，吃宵夜，那你吃完宵夜以后呢，胃里面很多东西了，因为你跑去睡觉，啊，跑去睡觉的时候，你人睡下去了，肠胃也会睡下去的，这时候肠胃的速度就缓下来，缓下来以后，你的食物等着闷在肠胃里面。那好，那你把食物，你试看看，食物煮嚼过以后，不管你这个食物本身是酸甜苦辣。咬过以后，你放到嘴巴里面不要动，等个5分钟，它就会变成甜味出来。好，那你呢？吃完宵夜，不管你吃的是什么臭豆腐也好，随便它通通堵在胃里面。好，那日久就成痰，那再日久就是消中糖尿病啊。所以糖尿病的人呢，过去我们称为富贵病。那很多人呢，就是有钱人，现在有些人得了糖尿病。那是为什么说这有些人得了糖尿病？因为他在年轻的时候在做工厂啊，做什么，所以他爸爸很忙啊，每天都要早出晚归的。好，那跟小朋友家里面都没有人碰面，
那爸爸呢？怎么回来家里面的时候已经九点十点了，忙一天的回来了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要肚子那边很饿啊，要吃东西啊，要吃东西就把小孩子统统叫出来，哎，看看你们功课有没有问题啊？你们跟小孩子看看小孩子啊，很正常嘛，这居家生活很正常。然后吃完以后，大家一票都回去睡觉。好，那结果呢？一段时间以后，等到赚到钱了，结果他糖尿病，糖尿病的时候不能吃，不能反而不能享受了。好，那结果小朋友呢已经习惯了。反正每天晚上九点十点的我都要吃点东西，都习惯了嘛，因为跟爸爸在一起十几二十年，好，等到结婚出嫁，然后这娶了太太以后，习惯还在那边，就是孩子也发糖尿病。那西方医学呢啊，认为是遗传，一个屁传了、啊，不会遗传的、啊，是生活习惯上的遗传，怎么会是遗传？什么病他不知道他就讲遗传，我很恨这种动作，你知道我意思吗？哪有生下来亲生就糖尿病，那么倒霉的、啊，好。那西方医学把糖尿病分成第一型和第二型。第一型他认为是胰岛素依赖型，你必须要一辈子注意胰岛素。第二型就是后天才发生的哈，那这个不一定要胰岛素，饮食可以控制啊什么。他们是这样子讲，可是前面也没讲出来。我们哪有人那么倒霉，生下来就是糖胰脏病出问题，就是打那个疫苗，打下去胰脏死掉。那不是说。每一个人打同样的疫苗都发胰脏病，而有些人特殊的人就会100个里面就中一个或两个这样子，哦，那个药厂很坏啊，他专门报好的，坏了他就不报，他把资料就数据也是他做的嘛，啊，调查都是他调查的，这个是非常要不得的，哦，所以一型糖尿病从小开始发病的，有的人注射了疫苗以后变成脑瘤，变成血癌最多，还有人得到第一类型糖尿病，这个一类型糖尿病在中医的立场是自古到今没有发生过啊，我们有二型有。好，那这个病呢，单嘛，因为晚上躲在那边偷偷吃东西啊，你，对啊，那他就吃出来的这个病嘛，热衷。好，那个本来那个太监会去伺候皇帝，对吧、啊？皇帝吃东西他不能吃啊，就在旁边看了、啊。那个员外吃东西，旁边家丁在旁边伺候，仆人在伺候。等到大家都酒席是散了，对、啊，他开始吃了，对不对？吃完以后就去睡，因为第二天早还很早起来去挑水啊，要去洗马桶啊，要去洗衣服啊，主人的衣服，对不对？好，病在单。好，这是生活习惯的遗传。好，所以你治疗以后糖尿病又怎么样，你要在他生活下去改变了。好，晚餐吃完以后到宵夜不能吃，要第二餐要到早上去才进行吃。好，这还有呢，学成为颠疾，如果手脚常年是冰冷的，好，寒症的时候如果不治好，这个热下不去啊，热会反逆如果到头上就会产生颠疾。好，如果酒疯，如果你风症没有去掉，或者一直停在身体里面去，日久会产生问题，这是一个。这里的酒疯呢，不是，这里的酒疯就是你常常受风吹，一直在受风吹的环境里面，迟早就变成下泄。好，脉风成为力，如果说我们这个风成为寒热，一直没有去，这个风在停在身上里面停很久的时候，就成为力病。好，力病就是皮肤会变得很粗糙，还有化脓。好，所以说病的变化呢，好，不可胜数，就无止无尽的。好，那没有办法，连齐波也没有办法把它讲完全。所以诸位要记得，阴阳跟五行掌握到这个，还有虚实表里，虚实啊，还有表还是在外还是在内嘛，就是表里，还有寒热能够抓住，这就是中医的八纲。这样子治病和这样子做诊断，永远不会错。所以齐波讲的就是这个八个原则。那怎么样去分辨得更细更细？如果这要分得细的话，不可胜数，好，不可胜数。好，第132页，皇帝问了：所有的臃肿、痉挛、骨痛，此皆安身，这些病是从何而来的呢？好，岐伯说：这是寒气之种，八风之变，都是属于寒去久居不去。好，还有由于四季风向的异常变化而引起的。好，所以呢，诸位，这个南方的温病态是不对的。为什么不对？你光是用臃肿这种哈痉挛、抽筋啊、骨头痛，你还在用寒凉的药，它本来就是寒气引起的。那你又我们要开药把它寒气去掉，那我们很多泡附子、很多药是很热的药才有办法去掉。啊，不行用，不行用，好了，那你怎么治疗这些病？没有一个病会好。哦，所以你看那个很多人呢，我们那个脓肿，那个脓很深，病痛很深。那南派的一看到就是用一些
解毒啊，寒凉的药去治它，不会好。那经方的话，用两个药，好用炮附子啊，好用白术，白术祛湿，炮附子就热药一下，整个伤口就收掉了。再深度推出来，再深度给你滴出来。那可是南方的就不知道用热药，你看在《黄帝内经》这里有个证明，